问一下，尝一下，很机会。这局首发的二传上是用了米尔科维奇，这米尔科维奇在这个传球上呢，要给波兹科维奇把这个球传的质量要更高一些。有打手吗？打手。这一局塞尔维亚队主攻线上用的是布沙和米伦科维奇。前排三点，好球，布勒夫金娜。罚球失误，有一个罚球得分。这个球硬，斯米尔诺娃的这个罚球。两点攻，塞尔维亚，注意下波斯科维奇这边的后二，正好是在一号位站位上，又一个 ace。俄罗斯队两个发球得分了。有，看反击，卡多奇金娜，好的。卡多奇金娜还是很喜欢打直线，当然这个球拦网上是可以突破一下的，但拦网没有封住这个直线，有效撑起。卡多奇金娜这个球有触网，米尔科维奇触网了，这样实现了反超，塞尔维亚队的7-6领先。俄罗斯队8-7反超了。Ace 古沙这边的一传，你在场上，有你在场上的话，你这一传要顶起来啊。但这个球，真的是这个线路也。巴蒂扣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对，后排换一下，可以换一下，先把这个一传顶一顶，换上卡普斯蒂娜。卡普斯蒂娜是身高1.89米，98年出生。好，来就找他，很被动的一个二次球，得分了。对，这个时候可以换一换二传，因为现在二传的这个状态有起伏，让他稍微冷静一下，换一下斯卡尔采娃。上拉扎耶娃了。
看小塞尔达这个发球轮啊，能不能往上追分？哦，这球直接二次了。当然，这个球布罗夫金娜自己在这个位置上，不要老抢要传的球，没办法去传。哦，米尔科维奇这个球调的好的，卡多奇金娜还是对能发力发力，自信一点。刚刚米尔科维奇这那这样，接下来就看小彩娃这边的一传了啊，应该是就找他，他站在一号位这边。抢高点，还是卡多奇金娜抢到了。波斯科维奇应该第五个发球失误了。现在波斯科维奇站在一号位，注意两点攻轮防他的后攻，硬防他的后攻。给波斯科维奇，好蓝，这个就太暴露了。这种球俄罗斯队定点拦网还是能够发挥出优势的。卡多奇金娜也是跳发，小彩娃转到前排，别着急啊，这种往上的球处理上别着急。再给波斯科维奇球靠前了，机会追平比分的机会，给了洛夫彩娃，好球。打手了，拉西奇，我看拉西奇会不会找前排接一传？哦，这个球还是找到卡多奇金娜，很进攻，再来，再立，哇，打得好，小彩吧，拐了一个二直线。让两个篮网人中间，还是一传的问题，没办法组织。哦，小塞拉这几个进攻真的是打得很聪明，俄罗斯的打好一攻，两点攻轮，小塞拉，哇！这小塔拉这几个球都是往直线这边拐啊，俄罗斯队这塞尔维亚队这边的这个直线防守。打得好好的，又换二传，所以现在自己场上这边的节奏还是不错的，换一下二传发球，换马特维耶娃。前排注意抓篮网，注意拦博斯科维奇反轮，耶！哦，这个换人发球竟然见效了，马特维耶娃的发球得分，这样俄罗斯队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。
这一分发到中间的这个位置，谢雷加波波维奇呢是判断失误。四局过后，在进攻上46-56，塞尔维亚队竟然在网口输了10分，拦网上是10-8，赢了2分。在发球上呢是8-7，俄罗斯队这个发球 ace 球主要是来自小采娃和斯米尔诺娃。在失误上，现在四局过后，俄罗斯队是送了26分，就一局多的球。塞尔维亚队是送拉希奇呢是13分，10扣6中，没有失误被拦，个人得拦网上拿到4分，成功率在60%。米纳波波维奇是7分9扣4中，一个被拦，成功率44%。布沙在场上是拿到了5分啊，7扣4中，一个失误，成功率在57%。布沙现在的一传到位率是14个一传，丢了3个。